我的保温杯呢？祖蓝去哪里了？祖蓝，据说要开演唱会。哦，对，祖蓝现在此时正在这个红磡开着自己的演唱会。他是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唱得比他好，所以不敢让我们同台。对，想不到的避开我们。 服装组说了，今天穿着啊，不要太正式，也不要太休闲。那我们这是很 OK， 在中间哈，对，就是你们三位就是Baby OK 了，Baby OK 了，Baby来我们这里，来我们这里，我们这就又年轻又随意，你们俩干嘛？我们这很疯，用力过吗？用力过吗？好吧，有吗？就平常在节目里没有太多的就梗或者，也不要这样吧。因为以我们的经验啊，每一季的第二期都会有很多的女嘉宾，对对。 但是你要确定女嘉宾会选你们这款才行。完了，我们这样子怎么了？女嘉宾，先说你这个啊，就腰提到这个胸这都已经快炸开了。我这，你不是，你知道有个小细节，真的在车上他坐不下来，一路他是握着那个半蹲着，一直这样颠过来。不，然后你先别说人家，老邓头今天的用力最猛，对，真的是很帅，一身白。 风衣披在肩上出场，对，导演组，你觉得我今天帅吗？超帅，超级帅，是可以的，是吗？大家早上好，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维也纳的新火车站。今天，我们将前往奥地利世界级的滑雪圣地因斯布鲁克，开启一场冰雪之旅。可以滑雪吗？可以滑吗？可以。 滑雪，但是在前往因斯布鲁克之前，我们会有六位伙伴加入你们。这六位伙伴会和你们两组队，通过一天在维也纳的任务培养彼此的默契。我先问一下，六位嘉宾是都是女生吗？对。我说什么来着？我说什么来着？翻盘的时候到了，同志们，翻盘了，今天。 有一个条件，不要再像上次一样那种选人，好吗？郑恺是经受了上次女嘉宾的最后选择的打击，所以今天是发力发的比较猛，对不对？不想选择郑恺的，请后退。大理的夜真的很冷，今天一定要一上来就要给别人留下一个很年纪大的印象，很英伦的印象。你们当中，目前只有 Baby 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搭档。啊？Baby又给别人了，哎呀！ 失去了和Baby搭档的机会吗？哎呦，对，哎哎，你把我把手松开，分组非常不好，为什么我要跟 Baby 一组？我揭开了，好不好？为什么这么对我？每个人都有新嘉宾啊！哎呦，Baby， 你不会又选我吧 ，Baby？ 我们已经搭档了六季了，太虚伪了。啊，好了好了。 戏够了，戏够了，真的，我知道你们都不想跟我一对。我觉得节目组这个规定啊非常好，未来一直延续这个就可以了。好，接下来让我们请出 Baby 的搭档登场。 Baby 搭档，一会儿王祖蓝又回来了。哎，哎呦，哎呦，在哪里？哟，哎呦。 有两位，还是这那位，还是这位？哇塞！哎呀，耶！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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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吴老师，介绍一下你们的戏吧，戏的名字叫什么？我们的戏叫《欲望之城》。好，再次欢迎吴秀波老师。耶！今天吴秀波老师将和 Baby 成为一组搭档，来进行我们今天的任务。这个，我们先采访一下 Baby 的这个感受好不好？颜值也长了，身高也长了，智慧也来了，然后还可以教我演戏，说明凯哥还是矮。我对，不是啊，郑恺他就说你不高 ，Baby， 我为了你穿了五季的增高鞋垫，今天你就这样，多数一来你就这样陪我，那踢掉吧，鞋垫拿去踢掉吧，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马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 他将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来选出自己的搭档，请来领取手机。OPPO R15 AI 人像模式，轻松拍大片。
来了。Hello。喂。上面怎么写着舅妈是谁？那是陌生号码。这眼神。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是哪里人？不好说。不好说。有熟了的呀。你是80后还是90后还是00后？00后。90后。哦。你喜欢跑男团里边的哪一个男生呀？好问题。喜欢。哪一个？我有看前任3。前任3。哦。难道你就没有看过别的吗？不是，他话没讲完。我有看前任三，特别不喜欢里面那个。那你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给我抛这个橄榄枝了。哎呦，真受不了啊！我的天，我的天，我不会让你失望的。好，我在车站等你。好嘞。什么就等你了？哎，等你们两个真的走开啊！完全把我们。今天盛装出席是对的，第一个就被选中，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万一后面的女嘉宾都选我，那怎么办？肯定想多了，恭喜郑凯，你跟这位女生成为今天的搭档。这位女嘉宾，我不会让你失望的，我们今天会绝对赢到底。好，那现在我们即将登上奥地利的皇家列车，去接到和你们搭档的5位女嘉宾。哦，是乘车去接的。皇家列车哎。现在他们已经在各个站点等你们了，所以等一下。各个站点。对，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接上他们，开启今天的旅程。这个像是我们原来的绿皮火车改了个颜色，有点。Hello， Hello， 哦，那么高，哇，哇，哇哦，好漂亮啊！哇，好漂亮啊！我后悔了，我应该要穿一条大的晚礼服裙子才能上来，享受一下皇家的感觉。欢迎大家乘坐皇家列车，我们也专门请到了这辆列车的列车长给大家做一些分享，有请。Hello. Good morning. Ich möchte euch hier auf den Majestic Imperator begrüßen. Mein Name ist Gianni. Gianni. Nice to meet you. Wie Sie bereits wissen, die Sissi auch kennen aus den vielen Filmen. Sissi ist sehr viel mit dem Zug, mit dem originalen Zug gereist.Also dieser Zug ist nicht nur ein Luxuszug, das ist auch ein Museum, weil wir viele originale Stücke im Zug haben, also viele Antiquitäten und so. 德语的谢谢怎么说 ？Danke. Danke. Danke. Bitte. Thank you. Thank you. Danke. Danke. 你很美呢。Sie sind sehr schön.就是未来的女嘉宾来的时候，吉兰子，或者你可以说 Sissin wunderbar， Sissin wunderbar， 你是公的吧？你也是母的还公的？我的天哪！是公的吧？他说公的吧？波哥说一个， Sissin wunderbar。你看人家没有问，没有说错， Sissin wunderbar。Sissin wunderbar， 你说 Sissin wunderbar。接下来我们马上就要到达第一站了，刚才的那位女生。已经在车站等待，你看给他急的，走不住了，到了，好漂亮，好漂亮，那个，真的好漂亮。耶，还不错哈，是花了心思。去了，看到了，看到了。看他步履蹒跚的走过去了。看到了，他们两个已经看上，看对眼了。一动也不动的待在那里，时间好像跟他没关系。是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心情？我这就是爱情。啦啦啦！你好。Hello。你好。哇，好美啊，好美啊！好美啊，好美啊！这个
浓浓的超好喝送给你。好。嘴上要擦一下，对对对，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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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尤其这里风景还不错。我先给你用 OPPO 25拍张照，好不好？那我们就回到车上吧。好，好不好？来，牵牵手。谢谢。现在郑恺已经接上了他今天的女搭档昆凌。等一下我们会进行两个游戏，这两个游戏的获胜者分别会和另外两位女生成为搭档。哇哦！接下来我们将公布这两位女生的信息。哦，来翻一下。哎呦！第一个信息是两位女生她的手机锁屏 ，A 女生的是大家看到的很有爱心嘛 ，B 女生的信息是。招财猫，就对于财富比较渴求。嗯，你这分析真的是太棒了，简直就是太老派了。这分析，翻开下一页吧。两位女生最近的一份外卖，嘴边肉。嘴边肉是什么？嘴边肉是什么？就是吃急了把嘴咬了，吃急了把嘴咬了。就等于一个吃的多，等于一个吃的少。对，一个在减肥，一个疯狂增肥。贾玲减了。贾玲，贾玲，贾玲。哎，我来了。不翻了。第三个信息，他们有宠物吗？分别有几只？所以你们了解谁养过这样的狗吗？刘亦菲，刘亦菲养的是，亦菲养的是猫。哦，那边也有，你有宠物吗？你有几个宠物？他们叫什么？八只啊！不会是郭碧婷吧？郭碧婷真的养了很多很多。郭碧婷养了20几只猫，是吗？不是八只啊？不是八只。好，往下。他们在社交网络上使用过的第一个网名 ，Shelly。很熟啊，其实这个网名。哇哦！什么玩意儿这？Cinderella 的眼泪 ，Cinderella 的眼泪，就是灰姑娘啊，就是二次元一点的女生啊，对吧？我讲二次元的女生，她会刚才 Cinderella 就那些字啊，就特别的那种二次元，她的屏保也比较二次元，我就很二次元。再往下，再往下，这个信息是他们最近一次的网购，网购拼地毯。地毯，网购都买地毯了，那肯定 A 是居家年龄大的，对，这个 A 的比较居家。有啊，发际线修容，修容纹，这是应该跟我一个组合。这个好，你一定要争取它，你一定要这个，你们可以当一个鬓角组合，就大家一起把它抹掉，录一期。哎，你说想爸没有没有，爸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发际线修容粉对于女生来讲是个常用的东西吗？哎，其实挺常，因为如果扎辫子的话，就是会扎得很紧嘛，然后需要有一点用的。还要把头发扎起来，年纪很小，如果那么小，确实就缺我来照顾了。你是怎么的？你是来找女儿，来找爸爸找女儿？超哥是在给儿子找女朋友。好，我就这位。年轻的 Cinderella 啊，什么什么什么的眼泪，也是江西景德镇的眼线。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好笑。一个江西景德镇的眼线，要选 Cinderella 的眼泪是吧？对啊，非常搭配。我也喜欢这个二次元的，我给你拼了，天霸掰了，今天掰了。哎，你们就这样抛弃 A 女生吗？老李头喜欢 A 女生啊，我两个都在我的选择范围之内，都在你的。哎呦，他还挺贪心的。哎呦，你还两个都来，只能一个，只能选一个。对啊，为什么？还为什么？为什么？还为什么？你给冰冰姐打个电话，你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能选两个？
他们还在漫长的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为了选女嘉宾，我们已经你看，已经开始可以喝点下午茶。哎，没有茶。你是平时杰伦哥也经常会给你唱歌听吗？他平常私底下不太唱歌的。不太唱歌？对。他变魔术？变。也变。嗯。所以他认识你的时候，也就是通过魔术。哎，对，因为开始有变一些小魔术。我可以画一幅你的肖像画吗？可以。叮叮叮叮，没有同时画吗？好啊，我画能力不好哦。没关系，我是毕卡索的那种抽象。抽象。抽象派。还是朋友，还是朋友。而且我想知道，我是很真诚的去做的这幅画。好，好，1、2、3。你果然是抽象派。我想要试着把 leopard 画出来，但是。漫画天分不是太好。好，好，好，这也是我真的尽了我最大最大的努力。可以送给我，我就送给你。谢谢，谢谢。我好喜欢这个创意啊！哎，到了，到了。这怎么还有一个神秘的小房间是什么？好，我们要在这里进行一个游戏。大家看到眼前这个小屋，现在女生 A 小姐就藏在里面。猜中 A 小姐的人就可以跟她成为搭档。但是有一件事情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Baby 和吴秀波老师在接搭档的这个环节当中，他们有一个优势，如果是他们两人当中的一人获胜，他可以任意来决定哪一位成员可以和那个女生组成搭档。哦，讨好我们，讨好我们，谁想要？好，来吧，超哥，队长上，队长上，带领我们往前走，快 ，Keep running，Come on， 准备，你要把速度转起来，我绝对君子。哇，就像一个你知道鸵鸟什么样吗？一个鸵鸟什么样吗？就是这样，鸵鸟要用大拇指动大。鸵鸟一样，你知道吗？四、翘臀，翘臀鸵鸟。二、一，时间到。这是有看到人吗？是这样的，我看到了一个边儿，刚才在我的右边的角落里面，穿了一个类似于 baby 这样的材质的一个裙子，长裙。哦。baby 来 ，baby 先来。好，我来。这样，这样是吧？捏着耳朵，你这样咋呼吸呀？捏着耳朵，开始。1000、2000、3000。好好好好好，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咱俩一圈够了，可以了，可以了，好，好，好，可以了。飞过去了。哎，特别像有中二病那种啊。Oh my god！ 怎么脱不脱？
没戳破，不够，没戳破。一格一格，没有人，没人。我看到摄像大哥。我戳了洞了，我只看到摄像大哥在那里看着我。五四哦，真的没有人。二一，好，时间到。他好像没看到人。那个位置是看不到的。一会儿陈哥，你戳那边。为什么我这就突然多了一个 GoPro？ 你知不知道这样脸早上起来往下那个脸是很绿的，早上起来往下那个脸是很绿的，脸是很绿的。啊，怎么男生都这么在意自己的形象？真的，我都没在意。我完全不在意。开始。这太晕了，他开始GoPro太难受了。九十。哦。戳右下应该要，完全看不见啊！你们确定这房间里有人吗？五、四、三、二、一，时间到。真的看不见。我都告诉你们它的大体方位了，你们还往那儿戳，傻！给你们看什么叫最快的陀螺啊！陀螺路，哎，又一本，准备。为什么要这么的？走。啥意思啊你这？不知道。你要领着他走后门啊？哇，这个太猛了！我这你不信？哎呦，随便选哈。戳底下，戳底下。随便选，最右边，最右边。戳底下能看见啥？看脚。还不是蹲着，可以看见脸。你上面看不见脸。嗯。啊？啊？倒立着，女嘉宾是不是在里面倒立？倒计时，哎，别别，五、四、三，真的看不见，二、一，时间到，看不见吧？还在那儿吗？还在那儿？我能看到，看到，下半身，准备，三、二、一，开始。哎，你这太慢了，你这什么？你在干什么？不行不行，这犯规。犯规犯规，太犯规了，这演的，你为了赢。陈赫现在好瘦啊，陈赫现在好瘦啊。好了，不晕了。来，腰，你看这直线走的，高一点。就是这儿，绝对能看到。往右一点，往右看。看见了吗？当然了。啊？认识吗？认识，认识。这怎么可能不认识？哦，认识。但我不会拼写。现在大家把你猜出来的名字写下来。认识，但我不会拼写。很熟啊，其实这个网名。三、二。一，请亮题板。
没假，这是我看到的，好吓人啊！这俩人用的色字好有趣啊！啊 ，Selina， 对，真的吗？哇！我是看他前面的那些提示，我看到了半张脸，这个写的简直是，你这个用标准的普通话念出来，瑟琳娜。这一轮 baby 和陈赫都猜对了，原本呢是如果 baby 组你们获胜的话，你可以指定，但是因为现在陈赫也猜对了，所以直接这个女生和陈赫成为一组。我们把她邀请出来。No， Selina。欢迎欢迎欢迎！完全没看到你啊！快快交给他，你的名字怎么拼？对，这 Selina 了。这还用教吗？蛮难的耶。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单词。好。我永远都不会忘记。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我和昆凌都已经喝了一个下午茶了，真假的？你们也太慢了。哎，昆凌，你是想选他吗？本来，嗯，你比较对他很熟悉。不是，昆凌也没办法，因为他已经，因为已经组队了，还能说什么呢？没得选了，已经是一个队了。他很被动，从头到他都没得选了。没有，是真的。是真的，可是你的表情很痛苦。没有，是真的。所以怎么样 ，Selina 选了谁？马技师在这里，不是因为我命运直接崩盘，已经崩了，心态崩了。这是老天爷选的，对不对？因为你搓那边，你会是今天最幸福的一位女生，真的，相信我，你会是今天最幸福的一位女生，相信我。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心里就是看看。对。恭喜陈赫和 Selina 成为了搭档。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第二个游戏，获胜的人可以和 B 小姐成为搭档。请来领取任务卡。他是我的。老邓都好垮现在。长勺挑战。什么玩意儿？用手捏住长勺的柄部，把糖果吃到嘴里，可用时最短的一位获胜。糖掉了，要再捡起来吃，只有一颗。如果掉地下还得捡起来，那就硬刚嘛，吃破了。Oh my god！ 这个很像我们要决斗的击剑，给一只。陈赫，你要跟我进行 B 女生的决斗吗？他都已经选了，没有机会了。而且 Selina 心里想的是凯凯，没有。每当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换人，真的。不要换，拜托不要换。我跟 Ella 组队过，今天在这里的是 Selina， 你提什么 Ella？ 我说，你光讲这个就真的是，来 ，Selina， 我们这是。我站这儿，你也是在你旁边。给我一个。来，让他两个，让他两个，来。Selina， 你加入粉队啊？这一件真的吗？对对对。什么时候加入粉队了？这现在。哎哎，这能忍，但你得接受。我给你三秒钟，快点脱掉。那是脱掉。干嘛让人家脱掉？一、二。你这什么东西？哦，好哦。你们来吧，请给小弟一个机会。好，你看你怎么表现啊？看你先来了，待会儿是吧？给你们端茶倒水，是真的吗？是不是特别想要这个 B 女生？特别想要这个 B 女生。好，准备，三、二、一，开始。
掉了，只有一个豆。必须用这个，我跟你说，真的。为了避女生，我就用。哎，不要捏，你不要捏，不要捏，我来。哎，是什么？是什么？好像掉了，要再捡起来吃。太难了。后面还有石头，涛哥，走开！真的真的粘了一个石头。碧女生为了你，碧女生为了你，你吃下去你会结石的。为了碧女生。感觉他要射箭一样，你知道吗？姿态优美。哦哦，去哪儿了？你是江西济南镇的岩石，你那是。好像神经病。恭喜超哥吃到了这颗糖，接下来请陈哥挑战。陈哥一定要赢的，我跟你讲，一定要赢的。完了，我要失之交臂了。那今天就满足不了你这个愿望了。三、二、一，开始。哦。它粘在上面了，融化了吗？你敲一敲，敲一敲。请问，请问，你干什么？不是，你是帮他，你真的是来帮他，要不然耽误时间。哎呀，哎呀，哎呀！啊！哎呦！哇！哦！这个人最快了，很快，很快。So easy。这么快吗？来更快了。你这样，你把这整根吞进去，蒸吞大宝剑。三、二、一，开始。哎，差一点，差一点。哦。他有时候很难控制。哦，快了快了快了，舌头舌头舌头，最后十秒，动一动，小心吐舌头了。哎呦，在我眼中，在我心中，有你的出现就有了，有了，有了。时间到，吴老师，准备。欧哥，一定要赢！你赢了还能帮我争取一次机会，全赢了。三，二，赢了就是赢了。开始，不一定。好，肯定是。好，波哥快。对，波哥是最快的，真的。你们两个都挑战成功的人，谁想跟 B 女生搭档，那么你现在这个决定权在波哥手里。波哥真的，一天你所有的问题，就是什么能做到的，不能做到的，一天内是吧？一天内。好，大家作证啊，一天内。对，随便使唤。我觉得确实超刚才因为抢了半天的 B 女生，确实是在非常努力，非常努力，非常努力，你就给弄超。Yes。好，现在我们请超哥去接你的 B 女生。接那 B 女生和她的八只猫。好，特别兴奋，不知道为什么总有种冥冥的感觉。需要帮忙吗？
需要帮忙吗？你好，好像你还欠两个20分的硬币。OK， 你欠我两个20分的硬币怎么办？那只能先记下你的电话，然后以后再还给你了。Cool， 欢迎你，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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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冥冥之中，浩哥好。Nice to meet you。哎呦呦，这真的是爷孙组合啊！其实不管你们谁配上组合，都是爷孙。下课。我一下子全部都得瑟。你有毒哎！我发现。所以你现在跟我在一起组队，还是不是很开心吗？开心了，吧。哎呦，我到现在都还没有从你要选择他那个阴影中给缓过来。你开玩笑的吧？我说真的。难受。我告诉你个秘密啊，刚才我看见索蒂娜姐姐，我说哎，我说你跟谁一组啊？她表示常护。你看，租了牌耶。哎，你们的菜比我们好哎，离我们这个区域远一点好吗？肯定吃不了，太多了。走开啊！不好吃，我给你，我给你。不能给，不能给。没事，沈琳娜，你要吃不掉呢，我可以帮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给你。蘸这个，好好吃哦，真好吃。完了，崩盘了，这崩盘了，我告诉你，垮了。要不然你坐过去。没有啦。猪排太咸了。不咸啊，好吃。加这个。我不会喜欢你喜欢吃的口味的。你会喜欢了，我们都是吃货嘛，你知道的，你懂的。我不懂，今天开始我什么都不懂。好了，我们和好，我们用猪排和好。不会的，没有这么快。下一站我们会接上最后的两位女生。哦。啊 ，OK OK。我的嘉宾，我来了，我也来了。哎，马上我们就要揭开他神秘的面纱。把我这段做成慢动作。我的嘉宾，我来了。嗨，嗨。西红柿甜不甜？你要尝一口吗？当然，当然。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接下来会作为成为一个搭档，很配耶。当然，哎呦，李晨，哎，他们选到了。哎呀，这是，啊，好高、哦！还会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吗？还会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吗？哥，你啥意思？哎，祖儿，你在这儿？没有。I drink so much coffee.I cannot sleep well. Pardon the way that I stay. Hello. Hello. 请问你是盈盈超人吗？是的。哦，我想点首歌。你想点什么歌？我想听你的下一秒。好。好想能看到。
角微笑，最好在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从下一秒。纯白棒球帽，墨绿色衣角，时间静止的美好。哇，所以我们俩就是一组了，现在爱上同一种。我们现在准备去上车吃饭，完了以后我们要换成我们自己的队服。好，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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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你还没上过那个皇家列车吧？没有呢。那个老厉害了。哎，回来喽。Hello everybody。切，我分这块给你。哇 ，Thank you。哇，这好吃啊！好呀，谢谢谢谢。这让我饿了。对，是的是。谢谢 ，Thank you。奶奶好。你为什么要带个奶奶发带？怎么样？因为把那个发带拿开之后是没有头发的。你眼睛好漂亮啊、哦！你眼睛怎么？我眼睛怎么了？你刚眼睛怎么？我们一起啊！我们一起吧。你带我转个风景。你好大。我脸也很大。那我们天生绝配。哎，慢慢开始，慢慢摸起来，摸起来，真的。有了。来来来来来来。找到共同点。今天我更要让你开心。可是我很容易输啊。有我在，你不会输。有我在，你不会输。我平常可以输，但我今天不会输。试试看 OPPO 的 AI 智能拍照功能。吴老师，你想赢吗？不想赢。你们就来玩一玩，玩一玩，然后打扰一下他们。我从来都不想赢，只关心那个好不好玩，好不好吃。是啊，我吃的。我们也是。只关心质量，活好每一分钟，对吧？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前往接下来的任务地点。哇，有阳光的维也纳好美啊！这种时刻最适合用 OPPO R15 AI 人像模式。手机能拍成这样？真的耶！然后大片，对啊，它就是有一个叫电影特效大片。妈妈说人生苦短，哇，我们要有个大招，这叫拍卖啊，拍卖会啊。欢迎大家来到市政厅餐厅，这是一家已经有100多年历史的餐厅，主打的是维也纳的特色美食。维也纳的美食因为受到从前移民的影响，融合了周围许多国家的饮食特点。在这里你们可以品尝到匈牙利传过来的炖肉，还有波西米亚风格的面食，以及维也纳本地的烤肉和汤等等。今天在维也纳之行主要是为了培养大家的默契，所以现在请来领取任务卡。男是男人就什么点点点。游戏一共会有 N 项展示男子气概的项目，每个项目公开之后由拍卖师组织拍卖，女生来负责竞拍，中标的一组由男生来完成挑战。哎，年龄可以拍卖吗？真的。再次提醒大家，今天的二币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会给每个队伍10个起始二币，在接下来的比拼中，每个项目的获胜队伍可以再获得10个二币。今天为了更好的完成任务，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金灵老师来为我们组织拍卖。金灵老师，欢迎金灵老师。金灵老师曾就职于世界排名第一的拍卖行，垂下成交总额高达1-200亿。
毕加索第一件在中国拍卖的作品就是经由他手拍卖的。哇，大家好，各位好，我是中国国家注册拍卖师金玲，很高兴呢今天参加这样的一个拍卖会。其实今年是我从事拍卖行业第20年了。您5岁就开始拍卖了？你可以想象我是多少岁开始。谢谢谢谢，真会说话，哎，太会说话了。我今天呢带了几种锤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你像我们女性拍卖师拿着这样的纸锤在拍艺术品的时候，还有吗？还有叫价的吗？100万，100万，最后一次，这样就可以直接落锤了。这个锤子是我20年前我的老师送给我的，所以我到现在都没有换过，就是几百个亿都是这个锤子敲下的，所以我觉得很有价值，我就一直带着它。哇，好棒。除了金老师之外，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非常厉害的人物，他将作为你们竞拍的参照标准。他是一位国际顶级的健身教练，库克、潘石屹等人也曾经是他的学生。掌声请出方女士。This time it ain't just about being fast. 所以要够他的标准才可以拍卖。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第一个项目的拍卖。我要来宣布一下我们的第一个挑战项目了，在1分钟之内做多少个引体向上？根本做不了多少个。每30秒我可以做一个。你都记得那个老子怎么说？老子怎么说？老子。千里之行。是一组像，一步一步的。哇，陶女老师中文太好了。展示男人魅力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展示身体素质。接下来我们要竞拍的就是太肤浅了。不同意，拿笔来。什么叫展示男人魅力？是只有当文字、内心、画风、思想，然后难道一点都不重要吗？礼仪当然了。那个天空飘来五个字，这都不是事儿。先请汤云老师为大家展示。开始。天哪！1、2，他在微笑，他在微笑。你想，此时是陈赫的话，那牙床崩了。不是，可能托尼老师他的就是痛苦的表情就是这样。痛苦的时候就是开心的，是吗？就有些人是，有些人说你是笑啊，笑脸，你笑了他就晕，他可能就是。哎呦，老师也是会累了。我不会吧，托尼老师才做这么几个，这有点，这速度体重太大了。托尼老师，我想象的你一身湿。我也是，对，我也是，真湿。托尼老师，对不起。陈赫，我觉得你今天说完这些话，这一趴你已经再见了。刚才托尼37秒做了14个，大家根据这个标准可以来进行参考。那么起拍为一个请应价，一个两个，一个两个，两个两个，三个4个5个9个谢谢庄主席。十个在郑凯这里。我10个，不要乱搞。11个，你确认吗？可以吧，可以吧。那是12个吗？12个。12个，等一下，如果没有做到，我们就要下一个前一口价的再来接受挑战。我不会喊了，放心。4个够了，对，绝对够了。13个，13怎么写我都不知道。我们的健身教练他37秒已经撑不住了，才能够14个，14个。很累很累的，我没有做过14个一次性，我也没有做过，我没有做过超过10个。涛哥，你是不是男人？是不是男人？十五个，男人就要刚一点。哇！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15个，十六。主席，你太瞧得起我了，主席。16个，最后一次，成交。稍等，我先活动一下。我得先预热一下。1分钟，引体向上，计时开始。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3、4。啊哇，厉害，7，哇，8，9，10，啊，哦，还有6个 ，OK， 可以，你叫的是11 12 13 14 15，啊！还有多少时间？倒计时，5、4、3、2、1。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拍卖。接下来我们要竞拍的就是1分钟之内徒手对半掰开苹果的数量。他把苹果消灭了。等一下，大家掰开的苹果多的话，都会给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吃。就是我们不会浪费，绝不会浪费。我们也可以吃。1分钟之内，1个苹果开始起价。不是，随意。八个。九个 ，Selina， 十个已经是昆凌先报价了，十二个 ，Selina， 还有加价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将会落锤成交，落锤吧，13，落锤就不要了，13，落锤就不要了，13，不要。天哪，你这搞事情！搞事情！我们特别可怜，难道我们就没有站在那个舞台上的一次机会吗？14个，昆凌已经报价了。昆凌先报价。哦，没事。15，先抢，先占先机，15。你们肯定也有16个。哎，难道没人加了吗？加，快加！你那边黑牛 ，no， 你搞我们是吧？祖儿报价15个，最后一次16。哦，16。哦，他跟我说你高兴，我们就拼。耶！王胜明，你可以的。嘿，请看我的表情。16个，最后一次。谢谢朋友们，我期待看这场比赛啊！我不想上场啊！加油！浩哥，让我握一下你的手。怎么我感觉我要走了呢？还是怎么？Apple hand， OK。陈赫，祝你好运。Yes。哦，这个苹果是那么硬的吗？像铁一样。待会儿，我待会儿。陈赫加油！计时开始。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个。一个。哇。4个了，可以啊，6个，行，
选一下，选一下，还剩多少时间？请问？37秒。真用体重？可以可以用体重。3、2、1。哦，挑战失败。失败了。很棒很棒。因为刚才价高者得，陈赫祖你们挑战失败，所以刚才竞价的第二名直接得分进行挑战。你的挑战目标是1分钟徒手掰苹果15个。加油加油，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快哦，可以可以，老邓哥速度算快的。3个。4个。哎呦我的天哪，这是行走的榨汁机。哇，好难！这里面有几个苹果是苹果中的大哥，我跟你讲，真的，这全是苹果大哥。多少了？10个，才10个。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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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20秒。这个太硬了，这个不可能的。把你的屁股翘起来干什么？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是一个这样的造型？我告诉你，掰这个核心力量基本集中在臀部。13个。14。我们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加油加油！最后2秒。哦，加油加油！还有一个。恭喜超哥组挑战成功。想玩 OK 吗？ OK 吗？太硬了。对。接下来我们进行第3个项目的竞拍，2分钟之内用脸可以接住多少块搭档丢过来的湿毛巾？哦。所以扔的人也很重要。哦。这个项目是用脸来接，不是用头接，头就不接不算。那 Tony 老师刚一直是头接的。他的头跟脸主要混在一块儿，应该。那我什么叫哎？什么叫 Tony 老师？什么叫脸和头混在一起？什么东西？起拍的毛巾数是2条，开始起价。2条有了 ，baby 谢谢。4条谢谢，还有吗？6条谢谢卓儿。8条、10条、12条，多少？14条。14条，16条、18条、20条毛巾，谢谢 baby。22条、24条昆凌，26条谢谢，28条、30条毛巾。No， 30。我先运动一下脖子啊。这是小猎豹和小鹿的强项，灵活。你喊吗？36条。跟他们刚一下，老邓头，咱俩拼了。好，咱俩跟他们刚，怕什么呢？都36了，不都差怕吗？你们凑个数，凑个38条吧。哎，38。不是我。啊，你们干得漂亮。38，38妇女节快乐。我以为你在暗示我。38条 ，Selina 的报价，最后一次。39，所以39，整个都是39，39。好，40。哇，那真的是3秒钟一条了。你们的目的就是这个，让他们彻底失败。来，那再换一次。最后一次。恭喜，来，昆凌、郑恺。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个，好，2个，太好了。3条，三算，4条，5条，我脸都是水。光，有了有了，地毯小心。来，哦，
台你找到职业了，你真的找到职业了，你找到真正的职业。一分钟，还剩一分钟。十九，你训练过这些毛巾吗？二十，你什么时候训练过这些毛巾？二十一，二十一，百发百中啊，无冕之王，你是二十一。天哪，这个人的头怎么那么灵活？三十，太厉害了！三十一，郑恺改行吧。三十二，哇！三十三，三十三，五，哎，再给点时间，四，三五，三，三二，哎呀，一，好好扔，好好扔，可以了，可以了，厉害，已经很厉害了，已经很厉害啊。哇，那这应该不太可能完成啊！特别厉害，不厉害，太厉害了！用脸接毛巾，鹿晗蓝银组挑战 ，ready 了吗？走走走，走你！哇，大腿会爆炸的吧？准备！你们这一队可能不得了，真的。三、二、一。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一个，好，好，好，两个，漂亮，五，好快，稳住，稳住，别着急。哇，四条，哎，不，你不要像头球一样，不要像头球。哇，它是头球的感觉，你发它是另一种感觉。对不起，快不快？快不快？哇哦！十五，十六，太厉害了！你跟凯哥就是接毛巾界的 twins 啊！绝了！我跟你说，你就用那个鼻子，我跟你讲，像个倒钩一样，刮住了毛巾，你知道吗？哇！好，开始享受这项运动了，是吧？太 enjoy 了，二十九，三十，他已经不能放下这个运动，每天早上起来他心要念一千遍、一万遍。所以他们自己要用于自己公斤机，对，每天早上起来先来个两百条。六，好看。三七，五，几个了？三八，三八，三八，三八。三九，再来一个，再来一个。耶！哇！再来，再时间没完，时间没完，时间没完，时间没完。四一，四二，天哪！四三，时间到，完美，很棒很棒！不不，我感觉我，感觉我喝了一桶水，到嘴里。谢谢托尼，谢谢托尼帮我们，谢谢。刚才鹿晗蓝银组用11分50秒就完成了自己的39个，然后在2分钟之内总共接到43条毛巾。恭喜！哇，好厉害哦！太厉害，太厉害了，太厉害！第四个要竞拍的项目是用享受的表情可以吃掉几瓣柠檬。男生女生一起吃，一起吃啊？那牙没掉啊？我已经在流口水了。我也是，流了很多口水现在。我觉得可以都吃掉。我听见了，我听见了。莹莹刚才跟我说，她觉得她可以都吃掉。我觉得还可以啊，我觉得还可以啊。拍卖现在开始，请应价。六磅。10块。10，谢谢。16。我觉得别。我
20，哇，20，哇，你这20的还没一喊，我半个身体都酸了，刚才。我牙齿都疼了。我有3颗假牙，我有3颗假牙。有那么多吗？32。我的灵魂已经不在了，真的。38，38，我觉得还是可以的。40，莹莹的报价。42，42，谢谢祖儿。吃完这个我就变成柠檬树，成柠檬树。庄主席报价50。我先跟大家说一句实话，因为我真的一嘴里面有3颗假牙，3颗假牙。大哥看就不用看了，这有点哎。这个做过牙的，这个会把你的胶水给融化掉。恭喜庄主席李晨。马上就要变成一瓶醋了，我告诉你，来吧。以后醋溜白菜什么，你过去一摸就酸了。请两队进行挑战，3、2、1，开始。我要幸福的吃哦。表情要享受。什么？哇！他真的可以吃，好疯狂。Cool。Amazing。来这个小的，来这个小的，你就这样对待女士吗？我呀，真的牙不好，但是我可以直接把它吞下去，享受享受，我一定享受着把它吞下去。好好活着不好？享受着把它吞下去。是笑的对吧？伙伴们，你们在这流口水吗？流啊！我一直在流口水。这一集是一个吉尼斯纪录集。现在他已经调价了8瓣了，八瓣，两个人一共12瓣，还有42瓣。哎呀，太可怕了！哦，这个太厉害了。好厉害，厉害，厉害，厨师厉害。他好像是正常人在吃柚子一样。我吃饱了。吃饱。吃柠檬吃饱了，我的天哪！666。太可怕了！哦，这个太厉害了。柠檬女王。你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开心。陈哥，你的牙还好？弄不好了，牙还好。太好吃了，可以了，可以了，晨哥已经挑战失败了。我没有，你已经痛苦了。我没有，我这是一直在开心的表情。没有，我一直都在微笑，真的，你相信我。主席已经吃了30多个，还差12个。Lemon Queen， 柠檬女王。晨哥和主席组挑战失败，竞价第二的超哥和。祖儿，你们可以选择继续挑战，或者你们也可以放弃。我觉得，哥，已经打3格了。看一下，感觉一下，怎么样？来。其实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男人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硬体向上，也不一定要接毛巾，最重要的是要陪伴。好，准备，是。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烦死了，这个声音，一定要注意表情。波哥，只要表情对，你可以慢慢的吃。慢慢的吃。波哥，你真的好讨厌。哎，哇，这个籽儿。怎么样 ？Cheers， 好吃吗？好吃、啊。非常好吃。三。我知道。祖已经快疯掉了，我觉得。祖儿，你还好吗？对，好好啊。我在这儿，我汗都下来了，真的。哇！哈哈哈！站住！走！啊！你这转了一个小时了，而且你这是一半柠檬啊！我先往里吸，风牙已经软了。我觉得祖儿是可以的，我只是陪伴的，你就活着就好。你别光闻呢，你吃啊！你倒是，我是有好几道步骤。你什么步骤？你快吃啊！注意表情，表情。傻子鸡哟 ！OK。哎，你好意思吗？全都是人家在吃，我好意思。我以后再也不要和阿姨走，全是骗我的。我非常感动，你可以吃快一点吗？你可以吃快一点吗？你到这儿了解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柠檬，一个是邓超。我想找个。超哥怎么了？是这个柠檬很烫吗？还是？老大刚才的表情是痛苦的，是痛苦的。没有，我是这个。不是，还是这样，放一分钟。我是灵动的表情。超哥已经痛苦了，我没有，真的没有，真的没有，不可能痛苦。你们就放弃了就好了，别吃了，可以了。刚才这表情也痛苦过了，可以了。反正我是不愿意放弃的，祖儿你要放弃就放弃吧。哎，超哥你连吃五个，剩下我全吃了。其实我觉得面对失败也挺好的，其实我们就是告诉电视机前的观众，失败没有什么可怕，重要的是可以站在这个舞台上。但是也吃了很多柠檬，特别棒，会变白吧？谢谢。刚才这一轮挑战全部挑战失败，恭喜刚才获胜的队伍，你们每一组都可以获得10个RB。只是过去而已，没事。你相信我，我有无数次反败为胜的经验。接下来我们就享用大家用辛苦赢来的美食。如果音乐是爱情的粮食，那就演奏下去吧。来自于威廉·莎士比亚。在我们中国有一句类似的话，叫做“友情饮水饱”。精神的满足有时候会给大家带来比物质更多的愉悦。太对了。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现任格拉茨歌剧院第一小提琴演奏家王小晨以及钢琴家张艺南。天哪！请两位专业的音乐家为你们带来的演奏《爱的礼赞》。哇，
下来我们将会前往因斯布鲁克。邓爷爷，快上车！邓爷爷，邓爷爷，让女士优先，我们亚后老年人。节目组把我们带到这里来，还要让我们录制节目啊，然后还要让执行任务，简直是一种虐待，是残酷的。这么美丽的景色，不让我们好不容易来那么远啊，让我们好好玩一下，太过分了。柏林，怎么样？这节目录完这两天，让杰伦哥带你过来放个假。对啊，他也在拍东西。对啊，那就你们这两天，反正这两天拍完，然后直接过来找你，多好啊。你知道他老是自称自己像周杰伦，可还真不像。下车 ，Go， 同志们。坐车已经绕吐了。我们会飞很久吗？应该不会吧，一个多小时而已。一个多不是一个小时吗？一个小时。紧张吗？我头有点晕。朋友们，我们将去往美丽的因斯布鲁克。Everybody， 女士们 ，Go。你好。看一下鹿晗的表情，很后悔没有坐车走的人。哇，感觉已经嗡。给小鹿换一个稍微宽一点的地方，他现在不太舒服，因为他这个位置太挤了。让他在第一排的那个。去那边休息一下，去吧。激动，哇哦！哇塞，好美啊 ！So beautiful！ 哦，很美耶！好激动，阿尔卑斯山脉耶！我们在阿尔卑斯山当中，我们还是要给小鹿鼓个掌。小鹿，欢迎大家来到因斯布鲁克，我们身后。就是著名的阿尔卑斯山脉。这个山脉也是多瑙河、莱茵河等等大河流的发源地，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因斯布鲁克就处于阿尔卑斯山脉的中心地带，被誉为阿尔卑斯的心脏。现在我们要前往非常具有蒂洛尔民族特色的民宿。我们要前往民宿，太好了，请大家出发吧。出发吧，阿尔卑斯山。哇！你好。Hello。哇，这个民族服装可以了，人家都穿短裤。对啊，他不冷吗？短皮裤还是？哇哦，这简直是酷哥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晚将要入住的民宿，这两位是民宿的负责人。Hello。你们好，欢迎来到我们。家的民宿，我是中国人，我叫龙殿儿。为了表示欢迎，这个老板和他的女朋友也为大家请来了奥地利的一支表演队。哇哦！这支表演队是蒂罗尔州非常有特色的拍腿舞的一个民俗舞蹈队。哦，拍腿舞，又来拍腿。那天你们没有给我们袜子，你知道露的腿被打死了都。对，腿都青了。他们曾经代表蒂罗尔地区参加过许多奥地利的外交活动。哦。有请我们的拍腿舞的表演队为大家带来一个表演，欢迎大家的到来。哈耶！非常好。这么好啊？非常好，一下点燃我了。好痛啊！
被踢出来，我告诉你，老大头继续被踢出来。来吧，来吧，来吧。感谢我们的民宿老板，现在请大家入住民宿。明天嗓子都哑了了，一群秃鹫住到了一个酒店里。哇，哦，耶，不，拖鞋，拖鞋，要拖鞋啊。可能会很臭啊，没事儿。那么多人拖鞋，这房间通风吗？Baby， 你怎么下楼了？对，Baby 一拖鞋跪着走。对啊，脱完鞋之后我都不敢站起来。来吧，坐吧，朋友们，坐坐坐坐坐。哇，你脚好大啊！对啊，他脚肯定没我大，我三十九。三九？你三九的脚。哇，对啊，哇塞，我才40的，你知道吗？莹莹本来脚就大，还穿透明的袜子，这无处可藏是吧？我忘了，我不知道今天要这样，早知道我就穿一双可以遮住我大脚的袜子。欢迎大家入住民宿，特别跟大家说的是，现在仍然是因斯布鲁克的滑雪旺季，我们只争取到了民宿里8不错的房间和4最好的房间。哦，嗯，我们要用游戏来决定出这4最好的房间的使用权。获胜的4人不仅仅可以获得这4最好的房间，每个组还可以得到10RB。哦，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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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的8人，每个人可以获得2RB。我们要反败为胜，请来领取任务卡。妈，你先过来。一坐他都想休息。抢被子，抢被子，这我最会了。因为每次早上起床，我都发现，哎，怎么被子都在我这边？杰伦哥可怜，杰伦哥是经常感冒的啊，在一个角落早上起来，杰伦哥经常看不见，真暖炉天亮。现在请大家开始抽签。哇，你这个袜子粗鲁啊！你这袜子粗鲁。吓我一跳，我四只了，吓我一跳，我熊站起来了，真的，这北极熊啊，吓你在我们的脚下给我爆了，你知道吗？首先，来吧，那我们一起公布一下，不要跟昆凌在一起，不要跟昆凌在一起。我最喜欢被子。2-1，不要跟昆凌在一起。哦，下面我们请女生组，Selina跟昆凌啊，有请，加油，你们压轴。加油！我也很 lucky， 我也很体会杰伦的感受。杰伦，你还好吗？杰伦，最近有点感冒，老感冒，最近对不对？最近有点感冒。好，准备，3-2，加油！1。Selina 开始之后只有一个动作，我怎么可能比你瘦？加油 Selina！
呦，对对，可以的，对对，可以的，抢再抢！哇塞，我怎么能输？哇！我仿佛听见了被子撕碎的声音。最后十秒。我的冠军，我就赢了。彭林，现场一点，加油，加油，加油！三、二、一、零，行。这真的太难分出胜负了，好吧？不管要不要分出胜负，看 Selina 的脚，抽筋了，都打不开了。你，我觉得我好像生小孩，有点太紧了，太紧了是吧？好，这样，我抓住他俩的中线，然后我们把被子展开，好，一二三，哇，厉害，哇，这是谁多谁少 ？Selina 多，哦。哎，这俩把被子一抽出来，发现那边少演了一波盲人，这是谁多谁少？有点看不出来。下一组，左儿跟莹莹吧。完了。等一下，这个不公平，他的九十三角，他的九十三角我是三六的。左儿今天一直嘴在瓢。然后说不公平，蓝鹰的脚，蓝鹰的九是三九，蓝鹰的九是三九，我是三六的，我是三六的，太可怕了，走着。Oh no！ 完了。等一下。加油加油，准备三二一，哎妈，你怎么动了？哎呀，有了，哇，把自己变成一个纸片，塞进去。把自己这，对，时间到，莹莹已经变成了一条美人鱼了。接下来请 baby 和楚曦。baby 很惨，楚曦昨天吃了30个柠檬。好，准备，加油，三二一。大黑牛，哇，好厉害啊！主席，他把 baby 整个举起来了，我的天哪！哇，太狠了！哎，我们以后不要撕名牌了，我们以后就改抢被子吧，这比撕名牌好看。等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你看这里，这是哇！陈哥，这里拍，这里也是很精彩。这手，我的天！这是手，这楚曦，把手放开，郑凯来，两位把手慢慢放开，郑凯来。对了，立马楚曦了，走你。这楚曦比较懂。楚曦多，凶猛，非常凶猛。
姐不是盖的好吗？你也不是盖的，你也不是盖的。不是说我们 Q 的全是女嘉宾吗？哎，你们这一次请的都是男嘉宾啊？就我觉得比男嘉宾还男嘉宾啊。好，下面请男生组凯凯跟晨哥出战吧。郑凯，我个人建议直接投降。陈赫，过分，过分了。发那么多朋友圈练腿是为什么？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可是，一旦输了，很没面子啊！太丢人了。准备，开始。厉害厉害，哟！采访一下，采访一下，发生了什么？凯凯好可怜，采访一下，采访一下。郑凯，但是现在，现在还在时间当中呢，你要不要再试一下？赶快上来抢啊！赶快上来抢啊！再试一下，再试一下。这叫做输得一无所有啊，输得一无所有，好冷，一个夏天，好冷。哇，阿尔卑斯山的冬天，大理的夜真的很冷，一无所有，输得一无所有，又练了一个夏天。朋友们，我跟你说，已经换了两年的教练，明天开始托尼上班。明年托尼又会被解雇。下一组。哇，这个太 peace 了。郭哥套路太深了。观众朋友们，欢快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让我们开始你们的表演吧！一二三，开始！开始！来了来了来了！开始！开始！准备，三二一，开始。你们在干嘛？啊，还是手牵手。
真的，真的很从容。你看，哎，你干嘛？你突然发力，你突然发力。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老邓鹏，等一下，邓鹏，你等一下。你只要这样就赢了，陈赫。陈赫，我觉得你只要这样就能赢。完了，被子没了。没了没了。完了，被子没了。没了没了。这摔跤啊！加油他们！倒计时。完了完了，被子没了。变成了一个袜子，这袜子都掉了。陈赫，我觉得你吃天吃地吃邓超啊，现在他咬我，咬我应该送我多一个 RB， 他咬我。刚才经过抢被子的任务，我们现在有三位男生和三位女生分别胜出，就是还要再选四位。对，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任务是掰脚腕。什么？什么吗？掰脚腕。掰脚腕。脚腕在哪我都不知道。所以大家刚才看到的我们裁判穿的那个袜子，我们要穿的。对。我的天哪！五指袜。哦，那是掰脚趾头。你穿过五指袜吗？这还不是很好穿呢。哇哇！哇，好奇怪啊，这感觉，好奇怪啊，有一种很诡异。哇塞，穿的好奇怪的感觉。哎，我好难穿，我穿都已经累了。你知道小花妹妹？这个画的颜料还没消掉。你这是绿指甲吧？对啊，得了绿指甲，一个传染疤。你是老甲灰对吧？老甲灰，老男孩写成老甲灰也是厉害的。所以小朋友的颜料不是所有都可以洗掉的。好，接下来我们进行掰脚趾的比赛。先请男生组石头剪刀布吧，赢的人可以先挑选。石头剪刀布。这还要选吗？你跟大黑牛比一把，比一把的，当然了，脚不一定是吧？那当然。刚一下，上面赢不了，下面赢不了吗？刚一下，来，对呀，我脚趾打败他，没问题的。你没有脚气吧？啊？你这什么？是这样吗？哎呦！等一下，他那里好大，牛蹄子。准备好了吗？来，好，准备，三、二、一。哦。邓超娇喘一声。超哥，你脚趾还在吗？回不去了。拿一只。想回到过去，试着让故事继续。恭喜超哥获胜。还有小鹿，还有小鹿。等一下，我很担心会失去我的房间，我这已经废了。换只脚，重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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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那只脚伸出来，快！我不，我要比那只脚。我这已经废了，这个脚可以试一下。哇塞！哇，你脚都这么大啊！啊！鹿晗感觉被撑破了。啊！
我的大脚啊，去到他的两个拇指之间，已经掌握了所有。嘿，好，来来来，准备，三、二、一。朋友们，请看。我在一座位，没了，倒了，可以啊，哦，可以啊，还可以给你一次左脚的机会，我左脚不玩了。好，恭喜超哥获胜，耶！好，接下来有请女生组出战。石头剪刀布。哇，好大压力！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好，你挑。我不知道我要选谁，感觉都没有胜算。就是这样吧，我跟你讲，要不然选他吧，因为他从眼神上来讲，有点太厉害了，我还没有比那眼神就已经赢了，我就冻结了。我去选一嘛，好，赢，赢一个房间回来。我跟你先比一下脚吧。我好怕，这脚也差太多了，感觉像一个小朋友，然后一个巨人走过来，这有压倒性优势。我刚辛苦卷的棉被，你想加油。我们的表情管理要注意，刚才表情管理已经崩盘了。刚才医生，我又没事，没事，但要请给我们的表情啊打一点马赛克。而且你看他赢得那么优美啊，他内心已经哭了，表对，他长得就这样，不会变的。恭喜莹莹，恭喜莹莹获胜。接下来请 Selina 跟楚曦出战。好，准备。请微笑，楚曦，笑起来，楚曦。楚曦，哇！耶！太不容易，司令了，真的。我觉得我刚刚飞起来。没关系，没关系，完全没问题。来到这个地方住最好的酒店，并不是最好的，能住在大自然里啊。我们可能会睡在雪地里，今天晚上。我最想要睡的就在雪地。对。现在我们在民宿里的选房子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来公布一下每一个组你们获得的RB情况。大家已经看到了，这边有我们网易考拉海购的一个洋货店。因为网易考拉海购所有的物品都是从海外进口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用你们的RB来兑换网易考拉海购的货品。兑换来的货品会对明天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前去货品区域来挑选你们想要兑换的物品。你有没有用过这个网易考拉海购 APP？ 挺好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平价的，而且保证货真价实，很不错。手套要吗？可以啊，咱花光。网易考拉海购。哦，卡哇伊，卡哇伊，可以。先算算账，看看挣多少钱。好的，他晚上肯定就是你肯定要找我，
这可以演出可以看的。晚上吗？明天录到晚上。我觉得没什么用，我觉得日常品都没用。我坚定的相信没用，我觉得是假象。想太多了，完了，败了。这有什么用？最贵的，最贵的都给我们买了。想太多了。现在大家都有了自己的房间，然后晚上7点钟，请大家换好各自的睡衣，我们在这个阳光房里集合。305。哇，这也太美了吧！哇，小林站在旁边。整人的房间里还给我们安排了安慕希，有安慕希就可以了。虽然是男生，也是要保养一下，麦吉丽面膜大小也和我的脸差不多。如果是陈赫呢，可能一片就不太够。Hello， 哇，还不错，自然厨房好棒啊，这也太美。阿尔卑斯山，阿尔卑斯山，我们来了！大家晚上好，因为大家聚在一块实在太难得了，所以今天晚上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派对游戏，顺便也来了解一下，经过一天多的相处，你们彼此之间是不是已经熟悉到可以放下芥蒂？这里玩一个小游戏，就是匿名颜值排序。颜值排序。为什么要对李晨和陈赫这么残忍？这个游戏还没有出现结果之前，一定要通过。不是说匿名吗？我觉得还是有点意思的，有些人能上第一。大哥，咱俩自己也写吧。那个良心写一下。你们今天晚上把我放在这里聚众侮辱了，什么意思？我不回去睡觉吗？我要下楼被你们侮辱。我们将在这个特别的地方举办冰雪趣味运动会，有请雪上公主李妮娜。天哪！奥地利国家滑雪表演队，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的世界冠军冰上蝴蝶陈露，以及他的女儿安娜。谁打脸？谁做那么紧的雪球？酸打脸呢、啊！没有回答出正确答案的队伍脱掉，进入温暖的话题，参与互动。脱掉，脱掉，几位蒙古选手脱掉，脱掉，参与温暖的话题互动，关注公众号“关注留守儿童”，关注了音量报中文视频腾讯娱乐网娱乐共用一个送正确报，好厉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感谢人民日报网易腾讯凤凰送播新闻会员，哇，好厉害！娱乐网和新浪娱乐视频媒体。新浪新闻客户端、特邀媒体、马上到了，马上到了，马上到了！新闻资讯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请继续收看《好男来了》。加油！加油！加油！